我们看贤碧文这一下，冰萨姆，冰萨姆这一个金刚臂，这个金刚臂真的是给普通人可能要把脖子都打断了。他的这个体重200多斤，我们听到这个金刚臂重的真是不一样。这个胳膊打在脸上这个声音，现场观众，你的 This is awesome， 确实很 awesome。现在谁再被淘汰，谁就输比赛。哎，现在压制。